大家好，我是爱喝普洱茶的 Bobo。Hello, 한번중국어어떻게해요？一天一次，一天一次。Hello 는一天，一次는한번。一주에한번중국어어떻게해요？一周一次，一周一次。아니면一星期一次，一星期一次。一周하고이星期똑같아요。일주는대십이에요。그러면한달에한번중국어로一个月一次，一个月一次。一个月여기个양사빠뜨리면안돼요。무조건써야돼요。네，一月一次안돼요。一个月一次，한달에한번，一年에한번중국어로一年。一次，一年一次。여기一年은일년는뜻이에요。好，여기나오는형식에따라서활용가능하세요。예를들면하루에세번중국어로一天三次，一天三次。이주래두번중국어로两周两次，两周两次。두달에세번중국어로两个月三次，两个月三次。一년에두번一年两次，一年两次。OK， 만약에 동사와 명사 있는 경우는 동사는 실량 뒤에다 넣어주세요. 명사는 번 뒤에다 넣어주세요. 예를 들면 하루에 한 번씩 야 먹어요. 중국어로 一天吃一次药。一天吃一次药。여기吃는동사不要먹다，天뒤에다넣어주세요。药呢，약이에요，次뒤에다넣어주세요。一天吃一次药。一주에한번씩중국어배워요。어떻게얘기해요？一周学一次汉语。一周学一次汉语。네，이렇게따라서활용해주세요。再见。